徐阳和叶凡是什么关系？他们二人最终为何会成为合作伙伴？难道说他们二人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？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徐阳和叶凡两人身处两个不同的世界当中。不过呢，徐阳与叶凡却同样都拥有两世。要知道，当初的徐阳为了能够成为人皇，他就转世重修九世，磨练自己。而他小姨子狠人大帝呢，却是被陈东找上了门，并且告诉他20万年之后那场宇宙灾难。最终狠人大帝为了顾全大局，跟随陈东前往了北斗星域当中。在这里他转世成为了小姑娘，并且还有一个深爱自己的哥哥。不过狠人大帝的心中却是非常的清楚，眼前的哥哥也存活不了多久，因为他和自己的侄子徐阳一样，都是身负使命之人，要不了多久就会转世重修。直到20年之后，狠人大帝也成功找到了转世之后的叶凡，并且全力培养他，为20万年之后的灾难做准备。直到叶凡成为大帝的时候，狠人大帝才返回自己的世界，并且将侄子徐阳也带来了北斗星域。因为这场灾难，必须集结叶凡、徐阳、石昊三人之力，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场危机。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叶凡和徐阳也成为了合作伙伴。直到这场危机解除之后，他们三人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那么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看呢？